分享你的东西太值得。好啦，今日咧好开心，请到文师傅嚟到我哋全年太极学会，继续分享佢嘅六型太极拳。咁样上一堂咧就讲到哨节灵劲，咁样今堂咧可以问下文师傅，系咪脚有冇哨节灵劲嘅咧？好，温老师，上次跟我们介绍了哨则灵劲，我想问问脚有没有哨则灵劲呢？有。有啊，那么这个手呢是哨节灵劲。上一节我们讲了啊，这个一动先走手，走手一炸就前炸加盆劲，后炸腋下空。那么脚呢也是这样，一动脚先灵啊，脚领膝要盘，行胯要松，外包内要撑啊。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脚在动的时候，当然了我们脚的任务呢主要是承担我们的这个体重啊，那么前进啊，后退啊，这是这个脚的主要任务。但是呢我们所做的，比如说我们的收脚，我们见到很多人呢这个手脚是抬脚，脚可以跨来这样去踢脚，这是说得很好，因为文师傅懂得很好。文老师，刚才你说的很好，我也从这学了很多东西啊，我就谢谢你去学好了。刚才呢文老师呢就讲得很好，咁呢上一集呢讲我手指灵机，咁而家跟住落嚟呢文老师呢就讲用哨的灵机，说错了，做脚的灵机，对，好，应该是脚的灵劲，脚的灵劲，好啦，然后跟着老师，好的。那么我现在呢，就去讲这个哨节灵劲里面的脚部的哨节灵劲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升飞五张弓呢，手上是一张弓啊，手臂上，那么其中呢，腿上呢也是一张弓。啊，前面说了，移动先啊，先走脚，啊，这个脚走，膝要盆啊，这个膝盖呢要盆开，膝盆胯要松，啊，那么我们来看啊，我们这个腿呢，这一个弯胯关节，这一个弯膝关节，还有这一个弯踝关节，这三个关节呢，就像一个弹簧一样，把我们的身体呢。啊，落旗，落旗，啊，我们打拳的时候讲究跌宕起伏，错落有致，啊，跌宕起伏，错落有致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起落呢，就靠这，啊，膝盖屈膝，坐胯，还有踝关节的下压，啊，这三个地方。那么我们看很多人在打拳的时候呢，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看似啊，在这去做的时候呢，好像很灵活。我们把它放慢了再去看啊，走。好，请看我这个腿，不舒服了。这就好像一个弹簧呀。本来我们是正常这样去下压的，这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，对吧？这样是很舒服的状态。但是呢，我们这弹簧一压，先到外边去了，它的弹性就不如以前的弹性好。啊，同时呢，时间长了以后，你想老往外面去走，或者老往里边去走，它撇着了，那么这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今天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，叫做定位。啊，什么定位呢？膝盖。膝盖定位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的身体呢往左往右旋转的时候呢，右膝不能这样，不能往外走。你身体越往右旋，膝盖越往左扣；身体越往左旋，左膝呢，啊，往回扣，啊，就是这样一个，而不能形成这样，而不能形成。如果说下边的晃动太大，那底盘都散架了，啊，好像是几根筷子垒起来一样。如果说我们下面把它定住，那下面是一个水泥桩子。当我呢
脚落在这的时候呢，在形意拳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一螺丝为用啊，螺丝是什么呢？螺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钉子螺丝的那个螺丝啊，通过旋转拧动啊，它可以转到这个木头里面，这是螺丝啊，这个螺丝啊。如果说这是我在这去转这个螺丝的时候呢，我这个起子和这个螺丝的接触点呢啊，起子和螺丝的接触点这个位置呢是不能晃来晃去的，如果是这样子晃着去把螺丝往里面去木板里面去拧不进去，我需要把它固定住，这样才能转进去。那你看看我的这个脚啊，如果说我这个脚呢落地，人家说落地生根嘛，我脚呢落到这个地下来了，怎么样生根呢？我现在这个地下，我要把这个建筑盖起来，我需要挖地基，怎么样这个脚呢进去呢？那就需要有螺丝的感觉，这样子下来才行。那么有一句话呀，烧结领进两头卷曲啊，那这个密门后面这个呢是密门，因为要往后顶啊，顶到这个膝盖这个地方，下面产生一个拧劲下来，下到这个地面下面去啊，下到地面下面去啊，膝盖要往这撑开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通过这个螺旋下压，劲呢落在这个地下，落在地下了以后呢，大指就要扣地了。比如说啊，请同学同学过来。我现在呢把这个螺丝呢拧下去了，好挂稳，好了，来啊，你来把这个脚呢放在这儿，好，请看啊，他脚呢站在这了啊，使劲压下来，好了，那么我呢？看，那么他呢？这个脚呢散了啊，这呢就是他这个脚呢，因为他的膝盖没有定位，没有以螺丝为用，钻到这个地下去。你想一想啊，如果说一个建筑呢，它要不挖地基，它就把这个楼盖起来，它是不稳定的啊。那么这是膝盖的问题。那么这个我们说了啊，这个腿部呢也是一张弓啊，也是一张弓，它是有一个两个三个地方，胯有多重要，胯有多重要呢？坐胯，我们都提示到啊，坐胯啊，只要有问题了就在胯上去找问题。你看比如我这个胯坐在这儿了以后，我现在坐下看着啊，来你动了，来使劲往前顶着，使好劲了没有？使劲顶着，不去用什么劲它也站不住。好，再来顶着，不去用什么劲它也站不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胯没做好，胯没做好。有一句简单的话说，把你的肚子放在你的大腿上。啊，来、啊，啊，看啊，我把我的肚子啊放在我的大腿上，就胯就这样坐下了。来，使劲吧，好，然后呢我们就说一下为什么他这个脚呢扒不住地了啊，为什么说他这个脚扒不住地了，他刚才出现了一个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动作，钉子脚。这个过去的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上啊经常这样说啊，但见这个英俊少年呢，啊，从山上啊飘然而下落地，然后呢两脚不钉不扒。你想想啊，这个不钉不扒，那就是不是钉子布，也不是八字布，那是什么布呢？那当然是平行布了，啊，是平行布。在武术太极拳里面，它还有一个讲究，叫做穿刺布。啊，都是很有道理的，就是什么呢，我们的脚任何时候任何动作做上出来以后，两脚呢也是，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做单边的时候都是这样去做的啊，你看这个脚，这个脚型就不好啊，那么要怎么样呢，
警醒一下。我们也可以做上一个例子啊，请你来站过来啊，站好啊，把裤子拿开，好，来做成一个八字脚让我看看啊，八字脚啊，好了，它是个八字脚啊，好，把这手伸出来啊，来，脚别动啊，尽最大的努力吧，后旋转，旋腰啊，尽最大努力啊，旋不动了告诉我，能不能旋动了？好。看好啊，我是在这个位置啊，现在呢请照一下他的这个脚啊，脚尖来内扣一点啊，那个脚尖也内扣一点，大脚趾头抓，我还没说完他已经走了啊，你看这一下子过来了多大的一个范围，将近半圈啊，四分之一圈啊，那就说明什么呢啊，说明呢啊，你平行脚能加强你腰部的运转的幅度啊，如果说八字脚或者钉子脚呢，教你一下。下面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出脚的时候啊，我们所说的这个移动脚先走啊，这个出脚的时候呢经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，大家请看我的啊，出脚，哎，很多人呢都是这样去出脚的啊，有些人呢是脚尖呢是柔弱无力的啊，你看脚尖是这样耷拉下的啊，有些人呢腿是这样伸直的，这种呢欠妥啊，应该去考虑一下啊，我们讲讲脚应该怎么样勾起来，让我们的这个迎面骨啊，这一块小腿前面有个迎面骨，有两片肌肉啊，如果你的脚一勾起来，那两片肌肉是往前包进来的啊，要让它包进来啊，脚尖要勾起来，往什么地方勾呢？往你的膝盖上去啊，因为它往膝盖勾了以后呢，它这一块地方呢就好像有个圆球在感觉啊，这个膝盖呢是不能膝盖伸直了以后呢，好，请这位同学来坐一下，出脚来面对着镜头，把脚伸出来，好，正正，当然了我们出脚的时候，当然了立身要中正啊，不能说这个弯腰坠屁股啊，当这个膝盖呢伸直的时候它是不稳定的，只要你轻轻地放在这个地方，不用怎么去用劲，它就已经站稳了。好了，我们改变一种方式来做啊，膝盖撑开，膝盖找脚尖，先撑开，对，好啊，重心往那边去做，好，做好啊，膝盖往前，啊，哎，你刚才呢要稳定一些啊，你刚才呢要稳定一些啊，对，那我就来再讲一讲啊。当我们这个脚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膝盖呢一定要往开撑开啊，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进去撑开啊，这个脚呢脚底落实，脚尖勾起来啊，这个问题呢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困惑啊，有经常我们见到很多的这个少儿武术里面呢，到很多这个身段伸直的啊，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吧。今天呢，课程我就讲到这，咱们下回再见。